你嚟做咩噶？嚟做节目咯，做节目呢度唔俾饮酒，唔准搭我膊头。你唔饮我咪唔搭咯，你唔搭我咪唔饮咯。咁你唔饮我咪唔搭咯。你放手我咪倒咗佢咯。咁你倒我咪放手咯。咁你唔放手点倒啊？咁你唔倒我点放手啊？你一放手就倒，你一倒我放手。边个系主持庄子欣嚟噶？佢飲酒喎，呢杯係買 Local Man 嘅米谷豆乳金酒，0% 酒精，而且不含糖，細路仔都啱飲噶，行啦！邊度有網台唔俾飲酒㗎？間間都唔俾㗎！喂，你咁大聲做咩啊？喂，你咁惡做咩啊？你咁大聲咪惡咯？咁你唔惡，我咪唔大聲咯？佢唔惡㗎啦，佢唔大聲㗎啦，行啦！我每一日食飯前同瞓覺前都飲一小杯金酒。我饮咗 Maluco Man 米谷羹酒，就唔会肠胃肉，绝冇话食欲不振，又唔会攰，又唔怕冻，血液循环好，体质又 fit。Maluco Man 米谷羹酒，调养生命，促进健康。Maluco Man 米谷羹酒，女人当然啱啦。